紧张呼吸。我讲，不单斗志太过不应该，好听当然，也做路我阿爹，也有意要来造反咯。所以害死爹亲不但如此，我大哥伊人所做，也双双一命离开世间。迄个时阵，伊有阁代志要来抄家来做，加上我有专心的功夫，为了顾全，三位孙女，我脱离伊险地哦。此时，我来到伊乃是司马昭身躯边，身体马上生风，就要给伊头机会，会当为弟弟。